紫栅弄鸟尊，春秋晚期，现收藏于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，是该馆最有名的青铜器。器形铸成凶猛的恶鸟，鸟首为器塞，待酒灌入容器后，将鸟首插入器身，形成榫卯结构，可将两者锁紧，鸟喙为流，可开合。鸟首是羽纹和回纹，颈肩部是夔龙纹，背部是高浮雕羽纹，通体纹饰精美流畅。鸟首背后有错金四字铭文：紫栅弄鸟。此尊应是近亲赵简子或赵襄子自用的酒器，堪称中国古代鸟形青铜器的巅峰之作。